这么大个包子，我吃。哎，抢啥呀？本来就是给你的，这家伙。这么大个包子，连个馅儿都没有，我不吃了，我吃这个。哎，你尝尝，好吃呢，我特意为你蒸的。瞅你那副嘴脸，都没安好心眼子，你自己吃吧，给。你要相信我。我相信你个屁老鸭子吧。要论虎，你是这个。还想让我上当？那是不可能的。哎，你那么吃完别人咋吃啊？你可也不吃啊。你这个人也太自私了。你给我放着。你说你咋那么厌恶呢？这个香菇辣酱也太好吃了，我得多来点。啊，真香，哎呀。给你吃啊，我替你尝过了，挺咸的。你自己留吃吧。甜，你吃呢。我谢谢你。你是不是嫌弃我？啊，真香，哎呀。这辣酱蘸这包子可好吃了，好吃就好吃呗，一会儿我蘸我这个吃。姐妹们，这辣酱真的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瘦姐妹都说好吃啊，平时用它拌个米饭呢，拌个面条，搭配个包子、肉类、饺子，当蘸酱，炒个菜，夹个馍，不仅好吃还下饭。它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制而成，吃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厂家搞活动，19.9到手整整一小箱10罐啊，还送两个小盖子，吃完呢盖上特别方便，在这基础上再加10包香菇辣酱。趁着活动还在，希望家人们抓紧去拍吧。你还绑着你的破包子干啥呀？我今天看着你吃，一口你都别剩。我吃就吃，我让你看看。有人。你等。红烧肉馅的包子，我还没吃过呢，我尝尝。你尝尝。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。